本周市场之上有何值得注意的财经消息呢？大家好，欢迎收看 Go Markets 今日财经点评。那今天呢是4月23号星期五，紧盯本周的市场，即便是回翻财经日历，我个人都没有找到太过重要的财经讯息。而在具体的个股方面，本周澳股当中最大的市场动静是来自于锂矿板块。周一本地锂矿 ORE 与 GXY 同时发布两家将会合二为一的公告，在澳洲现有的已经实现产能输出的三家锂矿之中， GXY 与 ORE 这样的强强联手如果成功，那对于这两家公司而言，其将会对现有资源使用更为的充分，而这样一家全球前五大的锂矿公司势必将会在市场当中握有更多的市场定价话语权。同样是在本周，最新的数据显示旅游股 WEB 位居被做空股票的首位，在这样的数据之下，我个人不建议继续买入 WEB， 而 SYD 仍然会是旅游板块当中我个人的首要选择。那本周最大的政治消息是来自于我们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而这样的举措显示中澳双方的关系是呈现继续向下的趋势。在2021年初之时，当我听到中澳关系将会在今年触底反弹的说法的时候，我个人是并不赞同的。那因此在上周五谈论到澳洲镍矿厂商 NIC 的时候，我又讲说当考虑股票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来自政治方面的风险计算在内。在这样的时局之中，对于投资者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政治这样一头巨大的灰犀牛，那寻找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帮手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内容啊，我是 Go Markets Allen， 我们下期节目见。股票外汇想买就买，石油黄金一网打尽，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